在疫情冲击下，许多花卉面临滞销。嘉义县政府以百合花感谢医师人员的努力和辛劳。那这次我们特别买了阿里山达邦的百合花，那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，把它装起来，那又会非常诚恳的心来向这些医师人员致敬。防疫英雄除了医院之外，还有诊所、药局与卫生所等医师人员，守护嘉义县民健康，不分你我，全民动起来。越有困难，我们是越往前面走。那这一次有两个大成功的因素，第一个是我们的大数据的管理医院，第二是大家合心合力，很有效率的建构这样的防疫体系。县长呼吁要维持良好生活习惯，戴口罩、勤洗手，避免进出人多场所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才是给一线防疫人员的最大支持。大爱新闻大林综合报道。